咁啊，呢、這個時間，我諗音樂都離唔開社會。今年有好多嘅一幾經典嘅事，就例如電視嘅發牌嘅風波一樣。啊，呢位朋友佢叫阿楊，佢係喺香港電視入邊工作，亦都係佢體會就最深，所以呢件事。我想交俾呢位朋友講句啦，係咯。今日香港電視終於話有發牌呢個網上電視嘅，但我想講，政府仲未交代，黑箱作業仍然繼續，我哋要繼續發聲。生你的疯癫。